從前有三隻小豬，三隻小豬，佢哋咧同豬媽媽咧大嗌咗一餐喎。你個三隻小豬好曳啊！快啲同我躝屍趌路啊！咁於是咧，咁於是咧，佢哋咧就各自離家出走，自己住立。好啦，跟住咧，佢哋自己就起間屋俾自己啦。老豬咧，老豬就起咗間稻草屋啦。二豬咧就起咗間木屋啦。三豬咧就起間磚屋啦。但好唔好彩咧，狐狸太肚餓啦。在老豬起屋的時候呢，就趁他不覺意呢就吃了他了，就先咬他的肚腩先，然後呢再咬埋其他那些。好，跟住呢在二豬釘緊板的時候呢就吃埋他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後最後呢因為太飽呢，所以呢就放過了細豬了，所以呢細豬呢就沒事了，跟住呢就走回來找媽媽了，然後呢就被媽媽又鬧又趕走了他了。好，講完。